看谁来了！哎，赖小镇，坐下，坐下。金靖，大夫你好，我是14转软禁红的女儿，刚办理完入院手续。怎么了？有个事想请您帮忙一下，我妈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，我爸跟你说过的吧？所以想麻烦您。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看谁来了？你回来了。哎，赖小镇，坐下，坐下。这个就是你不对了啊！哦，你交男朋友了，不跟爸爸妈妈说一声的？你现在还会藏小秘密了？当然不是。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他们系的，我是读摄影系的。摄影系？摄影系？图片摄影师？对。啊，小周啊，摄影系就是拍照片了。 拍照片以后毕业了能做什么工作？阿姨可以做很多的，平面拍摄或者是拍拍电影啊、电视剧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嫩嫩，你这个表姐不是要结婚了吗？小周是吧？哎，小周，你可以去帮他们拍拍什么婚纱照啊什么的。啊，可以，我那个婚礼录像什么的都行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孩以后喜酒吃不完了。<笑>小周，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 两个啊，哦，哎呦，阿兰囡囡是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，那这样算的话，你要变成他的初恋了。不是阿姨，你不是？哎，我不知道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您，阿姨，您不知道，我有多荣幸成为黄甫的初恋。是的，是的，是。啊，不。 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吧？啊，挺好的，我爸还跑马拉松呢。跑马拉松那身体可以的，那就是膝盖要注意。阿姨我也跳广场舞，我跳的不要太好。啊，是吗？重庆房子贵吧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准备一套啊？妈，这做啥啦？跟小周随便聊聊天呀。小周你说啊。我爸爸一套，我妈妈一套，然后爸爸一套，妈妈一套。嗯。 那你爸爸妈妈离婚啦？那这个房子是不是也没有写在你的名下？嗯，不是，我家庭挺好的，我爸一套，我妈一套，我爷爷一套，奶奶一套，哦，还有外公一套，我家三代单传，有一根独苗。哦，你独生子女啊？嗯、有爸爸独生子女，好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我跟你说很麻烦的。哎呦，你多喝点，小周。<笑>都过来。 啊，阿姨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那个，我先去。那你坐会儿呀，陪阿姨聊会儿天呀。阿姨老喜欢你了。哎，不过你这次是来的稍微有点不巧，阿姨呢身体上出了一点小问题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小毛病小毛病。囡囡啊，你陪着小周好好上海逛一逛啊，什么南京路啊、外滩，还有城隍庙，多拍点照片，知道吧？<笑>谢谢阿姨。 哦呦呦呦呦，好喝是吧？啊，好喝，下次再来喝。那太好喝了，我那我就先走了。那个，下次不打扰您。来，好嘞，好嘞，先坐坐。啊，那那快去送送啊。好嘞啊，哎，好嘞，叔叔，哎。阿姨再见。叔叔再见。拜拜，走。拜拜。小孩可以啊。小伙不错啊。哎。行行，累不累啊？我给你倒点水。 中老年喝的，嗯，我像中老年，这个你拿去给你妈喝啊。行。嗯。套房。嗯。<笑><笑>